好，我们站在中间出，反走怎么出？那叫移动啊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球往我这边去走，你看我这样子去搓，我搓得住吗？你看，像这种球都要过来啊！你看，哎，球这样子要过来，你看，这样子的才能移动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好，我们记住这是什么？这个要过来，过来。就是我们要过来搓，千万不拿着手过来搓，拿着手过来搓是不行的，好吗？啊，这是我们的前面讲的搓球，处理球动作越小越好啊。有时候来不及过去，那你一直没盯球，你肯定来不及啊。你肯定一直盯球来不及啊，哎。